一拳超人对战杰瑞大表哥，究竟谁更强？一边是能一招完胜的一拳超人，一边是超强大力士杰瑞大表哥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？本期视频这位小伙伴打卡成功，支持一拳超人的扣一，支持杰瑞大表哥的扣二。本期对战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，是猫群看到都会被吓到乱窜的杰瑞大表哥。他可是号称鼠界的大力士，力量大到可以单手举起比自身重30倍的物体，举起千斤重的杠铃就是热热身，拿上超重的铁球上演一出保龄球攻击，打得汤姆是什么都不顾了，落荒而逃。杰瑞大表哥的力量简直强到离谱，单手教训群猫都不在话下，直接就能站在两只猫的身上使出夺命连环击，打得他们头晕眼花，根本来不及反抗，轻轻松松就能使出一拳攻击，教训的汤姆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可是全国捉鼠冠军汤姆啊，竟然趴在杰瑞大表哥的脚边亲他的脚，难怪在杰瑞大表哥的地盘上，黑猫看到他甚至会吓到自掘坟墓。这战斗力强到直接让猫怕了鼠，也算是一段传奇。但是他面对的对手可是一拳超人啊，这位可是能一拳完爆战局的人，在他的世界还没见到谁能真正打败奇遇老师。不管你的等级高低，只要面对奇遇老师都是一个下场，那就是做他的手下败将。而且奇遇老师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锻炼，自律到惊人，这一身的肌肉就是最好的证明，随随便便玩个游戏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仅仅是努力使出的认真一拳就能让周围的时空瞬间火光四射，更别说分分钟变身狂战士使出大杀招升龙拳，力量强大到可以直接完爆地球，是所有高手都会忌惮的存在。如果二人真的比力量论输赢，杰瑞大表哥还是不及一拳超人能直接威胁到地球的力量，终究是完胜普通的物理攻击，所以这一轮一拳超人完胜。再次感谢这位小伙伴的想法，你还有哪些想看到的对战名场面，评论区告诉我吧。